是 Wincy 苏盈芝，今天要为大家推荐我的专辑里头，苏盈芝专辑里头的一首合唱曲。那这一次非常的荣幸邀请到陈晓东大哥跟我一起合唱这首《幸福满满》。其实跟陈晓东三年前就认识了，那时候原本在就是马来西亚的时候有机会拍到一部电影，就在要临拍之前的一个星期就全部东西喊卡，因为就后面发生很多状况。那其实那时候已经有《幸福满满》这首歌了，真的很失望那时候没有就是机会拍到这首就是这部电影。可是我就跟制作人说，这首歌先留下来给我，我不知道会跟谁合唱，可是我想就是过后可能会放在专辑里头。那这一次一开案的时候呢，当团队们说哎，我们来一首就是合唱歌，那我就想到这首歌，而且就拜托我的团队访问一下晓东大哥他愿不愿意配合。没想到真的他很快就答应了，而且这一次啊，除了有机会一起大合唱之外呢，还有就是一起拍微电影，所以大家可以去到我的就是 YouTube， 你就搜寻幸福满满，会看到这一部都会的微电影。我一半你一半，牵手那么自然，像情人两个人，有个地方默默放在心上，像朋友的陪伴，像恋人的温暖，怎么办怎么样，不要拆穿完美方。有个地方默默放在心上，像朋友的陪伴，像恋人的温暖，怎么办怎么样，不要拆穿完美分享。我一半